李红旗江佩瑶没有在一起，消息不准确，网友这个瓜吃的好难受。在看过这部电视剧之后，网友们觉得李少飞和孙亚亚在一起非常的搞笑，而且觉得两个人非常的般配。但是演戏毕竟是演戏，和现实生活是不同的。前段时间就有人爆李红旗和江佩瑶在现实当中也是情侣，网友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激动，不过这遭到了两个人的否定，网友们也是非常的失望。这一对儿可以说是强行组 CP 了。